你从雪山走来，浪潮是你的风采，浪潮是你的期待。阿姨，阿姨，嗯，咋回事啊？今天心情这么好啊？我每天都心情好。咋了？有啥好事啊？没啥好事了，难道你心情不好吗？扶一个春雨，你用肩膀歌，你是男孩的赤子，我依恋着你，你爱着我，我是海的一座。好香啊！有你和嫂子在，太幸福了。我不吃辣椒，一炒菜辣椒都不放。是啊，你不吃辣椒，小李子。嗯。你不觉得？你看，我们相隔这么远，现在天天在一起，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朝夕相处，真的是感到很温暖喽。嗯，确实。我们因为你们哥哥嫂子，我们相聚在一个屋檐下。你说这就是缘分，小李子。说实话，我是没有想到，在某天后的，也就是今天，然后我不喜欢吃什么，你都一清二楚。我喜欢吃啥，你都时不时给我做。没事啊，你看，我就帮你跟嘉欣当成自己。
哎呦，阿姨是过来人，嗯，懂你的心思。嗯，那夫妻俩没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吗？没有啊，他嗯，反正就说嗯快嘛，可能就是这段时间。你要啥呀？他难道没跟你们讲吗？没跟你讲吗？难道他们两个没安排你我们一起去吗？这次？没跟我讲吗？没跟你讲啊，那我都不知道喽。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？哎，你吃吧，我吃饱了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失落感？没事。没有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到时候回来，那个哥哥他们回来问一下，是怎么安排的嘛？嗯，没事，阿姨你先吃啊。我吃。小姐呀。哎呦，双手抱着打电话呀。哎呦，马上爸爸都要回来了哈，等几天我们去妈妈那里哈，爸，马上见到妈妈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小李子叔叔，可能心头不高兴了，你爸爸还没告诉他要不要这次要不要去广州。你要爸爸，我要十二公斤。爸爸，走了噻。嗯。好长的时间都见不到小李子叔叔了。啊，小丽子叔叔这么喜欢你爱你啊。哎呦，这什么呀宝儿，去房间去看一下小丽叔叔是不是在流鼻子咯，哭鼻子咯宝贝儿哈，去确认一下小丽子叔叔。不吃啊？不吃啊？是不是不吃宝？好吃。哦，宝宝要乖哈，去劝一下小丽叔叔，看一下哈。